大家看到我的界面是不是 Windows 10里面，那我相信很多用过 Windows 10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像 Windows 10，它就是在这里是一个大的菜单，里面这些都是软件，这边都是一些软件。不过我发现倒不是 Windows 7和 Win10， 我觉得 Win10 的界面会比较美，因为 Win7 是偏向 3D 设计，然后 Win10 是扁平化，比较 flat， 就这些按钮什么东西都偏向扁平化的设计。然后不懂为什么这个 Win10 它会连线的时候会自动下载一些音，像这些都是它下载的，我也是搞不懂。好，那不说它，我们来看看 Win10 有什么东西吧。感觉一开始给人家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 icon 啊，它的图案。Win7 的图案是也是差不多类似，但感觉 Win10 的图案感觉给人家比较一种比较美。Win7 呢，我觉得还可以啦，过得去，但 Win10 会比较好。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文件夹，这是我们的 desktop。文件夹这个跟 Win7 一模一样啦，没什么变化。那至于改动比较大的，我觉得是 Win10 它的这个设计偏向触屏，就是 Win10 也可以给笔记本电脑用，因为它的这个 icon 什么时候很大，然后你很容易按。而 Win7 呢，它这里是一行一行的字，一行一行的字就只能给电脑，你电话的用的话很麻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脑的 setting 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电脑配置如何。About， then device 是什么 laptop 什么东西的，我也不对念。然后 Intel processors， Intel 就是处理器是 Intel Celeron 的，会比较 low 一点点，但是已经够用了，因为处理文本什么东西的足够了。 RAM 4GB， 感觉现在电脑的 RAM 就是 4GB。 Device ID 这个我也不太懂， Product ID 这个也不太懂。System type， 现在电脑都是64了吧，很少有人是32的，32很老了。然后这个 Win10 是正版的，绝对没有盗版的，是正版的。那至于 Win10， 我已经有额外安装一些软件了啦，但它自带的软件，这个 3D Viewer， 这个是 Win7 没有。我一下看到这个我吓到了一下，我也是给做 game 3D 游戏的，但不是，它是给你看模型，但我现在手头上没有什么模型，所以就只能给各位看看一下它的界面是吧。不过这里好像有，我去找一下。哦，可以，它可以，好像是可以延伸到任模型吧，好像是。那啥，我们不看了。反正这就是给你观看 3D 模型，我还以为可以建模，但模式不能。建模还是比较推荐用 Blender 和或者像 Maya 这样的软体会比较好。这可能只是给你观看 3D 模型，然后还有这些大家都懂嘛 ，Address 那个 Microsoft 自带就到了 Desk， 给 Adobe Reader Call Alarm， 然后这个是 Audio Wizard， 就是敲声音，有点像 DJ 的那个敲音台。然
后我们拉下去看看 calculator 啊这些东西，它还自带一个 Clavering Power DVD， 这个老实讲我不懂是啥，没用过。然后我看看哈，还有个 Game Bar， 这是我专门用来玩 game， 看，我看一下，哎，哎，点不进，电脑卡了 ，Hello。不懂，用过，因为我是比较，我是用 Ubuntu 的，我个人是用 Ubuntu， 然后现在这个是 Winten， 不太会用。然后这边嘛 ，Mail、Email、Map、Messaging， OK， 下面是什么 ？Microsoft Office 2， 哦，是啥？不懂。然后有源，然后这些是什么东西？这是 Office 好像是那个，怎么说？办公软件，办公软体。这个 Pen 3D 好像是 Pen 的 3D 版是吧 ？Pen， 我找找看 Pen。Pen， 哦，有。哦，这个是我们每次以前很喜欢，小时候很喜欢玩。看，哎，这界面跟 Win7 一样。H， 然后这个 Pen 3D 又有什么？为什么东西？哦，这界面超屌大。界面差比较大，开始笔刷 ，H， 这个呢？这个是，哎，这咋用？哎 ，select， 哇，还有这种操作！哦，这是 3D 的那个 pen。OK， 还可以用。老实讲，我第一次用，我听都没有听过什么 pen3D， 这是啥来的？你飞？什么情况 ？Honey？ 哦 ，OK。这种操作，牛！我先关掉 pen 3D 也关掉。哇！可是为什么有了 pen 它就不要加了，还要有 pen 3D？ 为什么它要两个软件一起？怎么不要装一个而已？不知道。啊，这个是 PowerPoint， 大家都懂嘛，那个做幻灯片的，这是 Excel， 好像是 Excel。哎，这样不对 ，Publisher， 哇，好，不是 Excel， 哎 ，Excel 款的，不懂，咋了 ？Excel， 哦，有，这才是 Excel， 这个就是 Excel， 还有什么吗？我们看到哪里？然后这里。这里我也不懂是什么来的。Word Xbox， 哦，这个，哦，那个是 Word， 这是文本编辑器面积 ，Word 大家都懂。这是 Xbox 就是打 game， 那我也不进去看了，因为 game 在 Windows 上面玩的 game， 我大概只想玩 Minecraft。基因版，其他 game 就不太知道，我这个好像可以拿它。哇，就 Intel 的，但是，
我个人觉得 Win10 跟五温度差了一点，最大差别是五温度我们都喜欢看着这个，就是这个小黑框。五温度我们比较得名呢，我们都很喜欢看着这个，哇！可是在 Windows 上面，感觉这个小黑框，反正我们第一次用不会接触到这个，但是你用 Linux 一定要用这个，一定还会，不会的话你就完蛋的路。然后，至于 Win 上面的 CMD， 我也不太会，我只会几条 cut 而已。然后这条 cut 是咋用啊？不对，不对。我还不太熟练，CMD 的 cut， 我在好奇为什么 Win 的 CMD 和 Linux 的名字不要合成啊。不过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可以在 Win 10上面安装五温度的终端的秘密可能是啊，我的 Lighthouse， 我们来试试看 ，OK， 好好，哇哦，太酷，我们找找看五温度，好像是可以装，我们来找找看，哦，果然可以。可以装五温度，五温度的终端，具体好不好用我们就没试过。APT， 那这样讲，可以在 Windows 上面用五温度的 Terminal 来下载软件，是这样讲吗？不确定。You're on this app， 完装了。怎么样？我能安装？好吧，我是比较习惯 Win 7和 Linux， 但 Win 10我就有点不太习惯。啊，这些图标都变了，这有些 setting 是找不到的。像我第一次开机，我找关机按钮都找了大半天，后来原来藏在这里，哇嘞个去！好吧，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咯，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支持我们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